你说吧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 16床林志娟，是啊。哎，你这输的有点快啊。没关系，这瓶是葡萄糖。静脉输入葡萄糖液按要求，每公斤体重每小时可以接受葡萄糖的限度大约是0.5克，因为如果输入的过快， 机体对葡萄糖就不能充分利用吸收，部分葡萄糖就会通过尿液排出，所以最佳的效果是成人输入10%的葡萄糖时，应该以每分钟5至6毫克的速度最为适宜。对不起啊，因为输完这瓶还有一大瓶，我怕滴得太慢了，到12点都完不了，到时候会耽误病人休息。没关系，我陪着他呢。 谢谢。你呀，平凡，还是那么较真啊？我这不是较真，我这是认真。说吧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跟你谈谈安娜的事儿。什么事？ 我问你，你这次是认真的吗？平凡，我对安娜一直是认真的，否则我当初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，把安娜伤得那么深。我真的很爱她，现在我都病治好了，我健康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，一定会给她每时每刻。 每一天的幸福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不希望再看见你让安娜伤心，否则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我绝对不会再原谅你。一言为定。 对不起啊，不是，我们今天实在是太饿了，点的餐全都吃完了，所以啊，就没给你打包。你们真是太够意思了。不是，我现在请你去吃烧烤啊。我晚上得陪着林志军啊。谁让你在这儿陪啊？又不是没人在。行吧，明天再来看你啊。嗯，快回去吧。好好休息。我们走了，拜拜。 你也走了，你在这干嘛呀？当面的朋友啊，那哥，我先走了，明天再来看。拜拜。安娜，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吧。我没有手机，我手机都被我爸给收了。那明天一早。 你就回家吧。我不回去。你听我说完。你回家告诉你爸妈，我很好，谢谢他们安排病房。等我出院，我在当面向他们道谢。安娜，天下没有不希望儿女幸福的父母。 如果我们得不到他们的祝福，我们以后的日子不一定会那么快乐。你要理解他们的心。其实，你爸妈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，他们这么做，是因为他们太爱你了，也是因为我之前的确做的不对。 安娜，你答应我，回去跟他们好好谈谈。嗯。
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公司有事儿啊？跟我说说。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啊。哎，你那封信发出去了吗？怎么说？没反应？我琢磨着啊，那封信他肯定是收到了。可是吧，我给他打了两次电话，他只字未提。而且这个赵平凡呢，还继续给他当助理。那浦江那项目他到底有没有查？他要是想查，肯定也不会告诉我。而且他妹妹就是公司财务主管。嗯，别怪我事后诸葛亮啊，岳大主任，您那封匿名信啊，操之过急了。大爷，嗯，有事儿啊？果汁。今儿怎么表现这么好啊？那个。我有个事儿跟您说。说。那我说了，您可别生气啊。说吧。就是，我姐其实是从我房间出去的。从你那儿出去的？什么时候出去的？就是天快亮的时候。哎呀，真是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我怎么也没想到是你给放出去的。你告诉大姨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看您把我姐跟犯人一样关在房间里，门窗都焊死了，有点过分了。这谁要是这么对我，我肯定早跑了。哎呀，这家这俩孩子啊，一个呢一天到晚的想往外跑，一个呢蠢蠢欲动啊，找机会就要走，这家就这么不堪吗？啊，这家就待不住吗？没有，大爷，我最爱这个家了。你最爱这家？真的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但是爱归爱，总不能限制自由吧？您看我为什么之前把我的仓鼠放了？不就是我姐跟我说，人跟动物一样，都有享受自由的权利吗？那既然仓鼠都有自由的权利，我姐怎么就没有呢？您看，惩罚一个罪犯，就把他关进牢里，我姐总不是犯人吧？可是我这么做，我不也是为她好啊？我是她妈，我能害她呀？哎呀，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。但是您要是真为她好的话，就应该尊重她的选择呀。您真想把我姐逼成朱丽叶或者祝英台啊？陆安娜的父母原谅你哥了，何以见得？两件事儿。第一，我哥因为低血糖住院了，安娜的父母还特意叮嘱医院要好好照顾我哥。那也许他们怕他有个三长两短，以后会找他们的麻烦，借此来了解一下你哥的身体状况。也许吧。我还有一句话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。既然少爷已经痊愈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接受你的父亲？这是两码事儿。可是最近你在照顾你哥哥的这些日子里，难道你不了解你父亲的为人吗？我清楚啊，我清楚得很。他就是一个自私自利，觉得一切都可以用来做交换的冷血商人。可是他为了救你哥哥，可以倾尽所有。那是为了他的公司，为了跟郑家联姻。跟郑家联姻的事儿已经破产了，所以他就登报宣布跟我哥断绝了父子关系。断绝父子关系，那我在这儿干什么？我觉得呀，我们可能真的不应该把安娜给关起来。刚才多多去找我去了，这孩子居然说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。这话是多多说的。嗯。咦，这孩子平常蔫头蔫脑的，
还居然这么说。说实在的，我现在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觉得孩子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。就目前这种情况，我们要是用强硬的手段再阻拦安娜和林志军的话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我刚才一直就在琢磨多多说的那句话。哪句话？他说：“我们千万别把安娜逼成了朱丽叶，或者是祝英台。”哎，我们两个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，在孩子们眼里啊，我们都快成了暴君了。要我说呀，儿孙自有儿孙的福。我们两个把该说的话也说了，把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也都做了。现在要是再这样硬拦着，搞不好安娜会真的不顾一切一走了之，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。不如顺其自然，成全他们吧，这样至少还能把女儿留在身边，你说呢？上的最后一堂课了啊，最后一次。行，那我去公司了。哎，够吗？这样差不多了。那你要不要洗点白菜呀？那你帮我洗点。好。喂，阿姨。你在哪儿呢？阿姨，我在家呢。怎么了？哥呀，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去医院陪陪安娜。另外，你帮阿姨转告她。家里的门窗我已经恢复了，他可以回家住。好，阿姨，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就去，好吗？好的，再见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安娜她妈给我打电话了，让我去医院帮安娜照顾你哥。然后呢？你傻呀？他妈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？还告诉我说把家里焊的门窗都给拆了，就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妈同意你哥跟安娜在一起了呀。为什么？哎呦，你们这些外国人脑子真转不过弯儿，也跟你解释不清楚。于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我的公司吗？没有，挺意外的，你很长时间没来了。平凡，昨天你去医院了？是。林志军怎么样？
恢复的不错，明天应该就能出院了。嗯，好。这个是安娜的手机，这是她的钥匙，麻烦你替我转交给她。哦，对，通知各部门经理到会议室开会。是。哎，大家都来齐了。哎呀，于总啊，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把那个主席给我盼了。都坐，都坐，都坐。哎呀，前几天呢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不过呀，都解决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一切恢复正常。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，就是想问问，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的。于总，我们部门没什么事儿。我们也没事。行，既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就好。我前两天呢去了一趟浦江市，了解了一下我们当年在那儿的开发项目。临江仙境这个项目，老约，是你负责的吧？对，当时是我负责这个项目。好喝吗？好喝。这排骨汤有什么好喝的？你们那边的人是没吃过好东西吗？我跟秋妍说让他打包广东煲的汤，秋妍说他就好这口。秋妍做的汤还是不如妈妈做的好。我当然没有妈妈做的好喝啦，再说这里的酱料也不一样呀。这么热闹聊什么呢？今天又给我哥买什么好吃的啦？不是买的，是于总让安娜的小姨特意煲的鸡汤，让我给送过来。这真是我小姨做的？当然。还有，手机和钥匙，你妈让我给你。她还说，你家那个焊死的窗户已经解开了，你随时可以回去了。我妈真这样说啊？我骗你干嘛？我说的对吧？你妈这次呢是妥协了。你的革命运动也算是胜利了，你逃过一劫。哎，上次都怪你搞砸了你的婚礼，这次你得分我一个大红包。一定的。虽然于总这次没开口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要说什么。他希望你出院以后能够跟你好好谈一谈。我现在就可以出院了？不行，医生说了，你还得输两天液呢。安娜，我真的没事了。我现在马上可以，也不差这一天半天。你什么时候决定出院，跟我说一声，我来接你。我明天一早就可以了，真的，安娜，我现在一天都待不下去了，我好了，啊？劝劝你同学吧。虽然没什么大毛病，既然住院了，就踏实待着吧，啊？来，明天一早啊，明天一早。好喝吗？安娜，嗯，好像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吧？你就在那里，坐在一个轮椅上。我先过来跟赵平凡打的招呼。赵平凡，哎，志军，正说你呢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从马来给你带来雪莉的人，他叫林志军。你好，我是林志军。志军。这就是你救的女孩，陆安娜。你好，谢谢你。我感觉这一切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。嗯。安娜。嗯。嫁给我吧。我愿意。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婚礼。其实婚礼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，我现在就觉得我能跟你在一起就已经很幸福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身体养好。好。Thank you.
我爱死你了。哎，你以后别回去了，就留在中国吧。正好安娜跟你哥结婚以后，哎，咱俩就一块住，你负责卫生好不好？好啊，但是你得先给我找个工作。找工作还不容易吗？你长得那么好看，中文又说得溜，你想干什么吧？哎，你看安娜她妈妈的公司怎么样？你怎么不去那儿上班啊？我现在当网络选手挺好啊，又自由又火，挣的钱还多呢。你们来了，伯父好，伯母好，那进来吧，啊，来来来，好，快，里边坐吧，进来吧，请。坐吧，小林啊，今天你刚出院，我们就把你请过来了，我和安娜的妈妈。是想和你们说一说安娜的事儿。爸妈，我要和志军结婚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能和志军在一起，我就觉得足够了。安娜，婚姻不是儿戏，你要考虑清楚。爸，我是考虑得很清楚了，我才这么说的。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你们因为有了上一次，所以这一次要好好考虑。我考虑清楚了。哎呀，看你的样子，你是无论如何要跟他结婚了。对。妈，抛开上次志军因为生病不辞而别的事情，你跟我爸以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说他体贴、懂事儿，还会照顾人，你们就当我们的婚礼是因故推迟了，好不好？安娜，我和你妈妈都是为了你好，虽然方式方法有些不妥吧，但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你幸福。我明白。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。谢谢伯父，谢谢伯母。志军，我们不需要谢谢，只要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，信守承诺，好好对安娜，我们做父母的也就知足了。伯母，您放心，我用我的生命承诺，一定会好好珍惜安娜。坐下说吧，啊。那你们俩说说，都有什么打算呀？如果伯母伯父不反对的话，我想尽快举行婚礼。爸妈，我们不需要什么仪式，只要简单就好了。婚礼的事情你们不用操心，我来办。妈，其实婚礼在哪儿办不重要，我也不想像上次那样搞那么大动静。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只要家人跟朋友都祝福，这就足够了。看来你们早就有了主意了嘛。是。但是安娜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所以婚礼必须要有。而且你们上一次的婚礼出了那样的事情，所以这次的婚礼比上一次还应该热闹，还要大办。我们不是为了显摆，是为了证明。林志军，帮我邀请你的父亲来参加婚礼吧。我父亲
我们的礼数都要做到，这点你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那就好。那我试试吧。 量身定做的一样，我们就这件吧。但是这件太贵了。你喜欢吗？喜欢就好。先生，您觉得这件怎么样？啊，特别的好。你先进去换衣服。好。那就这件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您是刷卡还是现金呢？刷卡。 好的，您稍等。安娜，你这套婚纱真的好美啊！是我哥挑的还是你挑的呀？秋妍，你看看我这件怎么样？ 你的也不错，哥呀，你知道吗？根据这个大数据显示啊，伴郎伴娘结婚的概率比普通男女高出20%。20%啊？也差太远了吧？在我们那边啊，如果能接到新娘花球的人，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。所以安娜，等你结婚的时候，一定想尽办法把花球丢给他。没问题，你到时候站那儿告诉我，我瞄准了扔。 咦，哥呀，你和赵平凡结婚的时候，我再给你当伴娘。哎呦，你看你俩一唱一和的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我现在心态呢，就是一切随缘。姐，赵平凡私下管我要了些资料，临江先进项目的。他没明说，不过我能感觉到。 他怀疑岳主任在中间有问题，而且我看了账目也有同感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早看出来了。这个岳主任有问题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你以为我一点也不知道啊？我又不是傻子。那你还让他在公司这么重要的岗位上，把浦江的事查清楚，将寄给赵平凡个交代。 也给其他人一个警示，看将来谁还敢乱来。哼，你以为我没这么想过啊？我前几天专门去了一趟浦江，我早就发现临江仙境那个项目，那里面有不少猫腻。于晴同学，这么大的问题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还真等着赵平凡破案呢？ 这不是没证据吗？哎，这平凡啊，也真是的，也不跟我说，我早就看出他很关心这个项目。哎，如果要是有证据，就没那么麻烦了。哎，对了，前几天有人举报平凡，我相信他是清白的。哼，我当然知道他是清白的。 我也知道这信到底是谁写的。你上次让我帮你查的事儿，我给你发邮件了，你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你是不是怀疑岳主任吃里扒外啊？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，这点经验还是有的。你上次跟我一提，我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你告诉于总了？岳主任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，我跟我姐也不是没察觉。 那为什么？什么事情都要讲证据。我就是一个财务，主管账目，业务上的事情我不好说呀。我姐呢，又都是宏观的。你呢，还是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的。我明白。啊，对了，前几天有人写匿名信举报你。
我知道这个事。那信我看了，你觉得是谁写的？这个是不是岳主任？我感觉到应该是他。不过你要对于总有信心啊。岳主任要是真有问题，我姐一定不会手软的。但我姐说，这还需要证据。你放心，我对于总有信心。曲余总和您也对我有信心？当然有信心了。平凡，余总可是很欣赏你的。我知道。你别以为我姐不知道。你一直在调查临江仙境，你就是浦江人，你跟这个项目肯定是有渊源的。平凡，如果你真调查出有什么，你可不要瞒着我们啊。那帮我转告于总，明天我会给他一份材料，那是他原来的助理丽丽帮我整理的。进来。啊，老岳啊，来。啊。坐。于总，有个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得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建议啊，咱们福润花园的那个推广工作马上停下来。为什么呀？现在全国的楼市都在快速复苏，专家分析啊，今年全国的整体楼市同比涨幅要超过10%以上，重点城市甚至会超过30%。那现在咱们要是往外卖楼的话，那不等于是往外扔钱吗？专家的话也不能全信啊。那也不能不信呢。老岳，咱先不说这事儿，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另外一件事儿。你还记得5年以前我们在浦江开发临江仙境的事儿吧？当时公司拨的征地补偿款是5000万，这些钱都用在这上面了吗？是啊，钱全都花完了，那每一笔都有记录的。这前两天啊，我特意查了那些账目。是吗？你看的账目跟我看的账目好像不太一样啊。我看到了另外一套账本，当初征地拆迁公司的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有1000多万的窟窿？去哪儿了？余总，那家公司早没了。公司虽然是没了，可是当初的那些人还在呀。余总可能忘了当时是怎么选那一家合作的，那不都是您亲自拍板的吗？老岳啊，你是在提醒我当初不该那么信任你吗？不应该选你推荐的公司。还有，浦江那边发生的事儿，你还没听说呢吧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，但我愿意接受调查。还真得好好查查。进来。于总。哎。哎呀。于总，这是检察院的老高和老冯。哎，您好，您好。谢谢你们专门跑一趟。于总。你反映的事情我们很重视。谢谢。老岳，这两位是检察院的同志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跟他们解释。一个小的项目就有1000多万说不清楚，你在我们公司当了主任这么些年，你负责了多少项目？啊，岳主任，您和朋友出去啊？啊。岳主任他会被怎么处置？按照现有的证据，他一定会被起诉的。于总，我代表浦江父老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哎，平凡，别这样。
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呀，只可惜啊，我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向他们表达我的歉意了。这件事情，我也有责任。责任不在你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您不但没有回避，还一直在亲自查证。我打心里感激你。希望这个迟来的公道，能够为你九泉下个义父。伊丽姐，于总让我谢谢你。其实应该是我谢谢于总。公司没有起诉我，我挺感激的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还愿意回怀孕吗？我已经想明白了，就像坐车看风景一样，沿途的风景再美，过去了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再说了，说不定前面有更好的风景等着我呢。也是。哎，对了，我八卦一下，你跟于总的女儿洛安娜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？成了没有啊？安娜最近要结婚了。新郎不是你啊？不是我。我还想着，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就考虑考虑出席一下，随个份子钱。来啊，我跟于总都欢迎你。我相信。谢谢你。张平凡，后会有期。喂，志强，去哪儿了？给你带了晚饭，赶紧回来吃。你回去了？回哪儿去了？我都快到浦江了，马上到家门口了。我说你这来无影去无踪的，走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哎呀，事儿都办完了，我待在那儿干嘛呀？再说了，你不是也挺忙吗？事情解决了，说什么呢？哥，还瞒着我呢。露露跟我打电话都说了，你们海运公司跟我们这边的国土局打好招呼了，准备把这几年的利息，还同之前的征地补偿款一块补给大家。啊，对了，听说还建立了一个奖学金，专门资助咱们浦江的贫困学生。哥，我志强不会说话，但是你这次为大伙做的事儿，老爷子的在天之灵都看到了，我爹他高兴啊。好嘞。臭小子！干杯！秋妍，谢谢你帮忙。对不起啊，我哥和安娜要结婚，把你给赶出来了。这倒没事儿，这不也挺好的吗？哎，你要是没事儿，欢迎你随时过来跟我一块住。哎，对了，你说他俩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？也不等你哥恢复好点儿。怎么了？你没发现你哥今天累得差点晕倒了？还有你的哥哥，他只看到了希望，他以为自己痊愈了，他兴冲冲地跑去找洛安娜。还有你竟然就相信了，而忽略了另外一面。等一下，什么叫他以为自己痊愈了？我哥就是好了呀。他的指标确实接近正常了，但是他这次去找洛安娜，他的精神状况跟以前大不一样了。